大部分仍让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。我认真学习了细数荧光，细数到天亮。一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，看完结局才是笑话。你看我多乖多聪明，多么听话多检查。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。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。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，多么不流行的模样。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，才会有人热情买账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我几百年前做得好坏没那么多人在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至少我还能写诗词来澎湃，逗逗女孩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比那么多人胸怀。要是能重来，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。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。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，多么不流行的模样。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，才会有人热情买账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我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，逗逗女孩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比那么多人崇拜。要是能重来，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我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，逗逗女孩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比那么多人崇拜。要是能重来，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，逗逗女孩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比那么多人崇拜。要是能重来，耶，哎，李白，你走。